超级汽车。大战暴龙装甲车。哇，是我最喜欢的电影。哦，是什么？暴龙装甲车。哦，哇，看起来好酷啊。哎，别磨蹭了，我们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呢。来了来了，酷宝，让我再看五分钟，要不三分钟也行啊。暴龙装甲车，嘿嘿，我有一个好主意。暴龙装甲车，哦，酷宝。对不起，阿力。酷宝，你得专心点，我们今天必须建好这座大楼。我知道了。怎么回事？小心！是暴龙装甲车！酷宝，快跑呀！电影里的暴龙装甲车怎么会出现在这儿？情况不对劲，赶紧呼叫指挥中心。阿力、酷宝还有瑞博，你们怎么了？暴龙装甲车从电影里跑出来了，它推倒了我们的大楼。啊，这怎么可能？不好，城市有危险！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，大力神跳车阿力，铁臂挖掘机酷宝，七彩搅拌车瑞博，超级汽车出动。长手臂哐哐哐，把石头挑起来，大铲子咔嚓嚓，救援全靠它。大家别害怕，快去安全的地方，我们来帮忙。不许你伤害大家！大口子甩呀甩，紧紧地抓住你，一二三向后拉，哎呦头破了，水泥变变变，高高墙壁困住你，站住别想逃。糟糕！大铲子挖呀挖，挖出个大洞洞，等着你快靠近，快用掉进去。滚筒转呀转，水泥水泥哗啦啦，变成雕像吧。哈哈，成功了！快开始修建大楼吧。挖掘机挖呀挖，大吊车搬呀搬，搅拌车转呀转，工作开始啦，加速来建造，一层层越来越高，大楼建好了。哇哦，大楼比之前的更好更高了。说起来，这东西到底从哪儿来的？哼，你以为我又失败了吗？不，我还准备了升级版。怎么回事？给我停下！快停！森林营救行动。好香啊。我宣布嘟嘟车森林野餐派对现在开始。
任何危险都不怕，无畏的消防车高迪来了。我刚才听到有人喊着火，还闻到了烟味。别担心高迪，麻烦已经被我解决了，你可以走了。可是快走吧快走吧。好吧。不好，呼叫指挥中心。高迪，发生了什么事？森林发生火灾，我需要超级汽车的帮助。没问题，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，变身。超雷达警车，雷科。飞天救护车，安琪。装甲消防车，高迪。超级汽车，出动。燃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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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森林危险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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赶快救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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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加速向前，拉响警报，开雷达来寻找，第五第五，灭火灭火，大水泡砰砰砰，哇哦，他们到底在哪？我好像看到他们了。这是怎么回事？都怪麦嘟嘟，他想吃烧烤，你们也吃了。现在不是争吵的时候，快跟我们出去。浓烟浓烟浓烟，到处蔓延，迷路迷路迷路，失去方向，大树大树大树，不断方向，救援救援救援，需要救援，张开翅膀来到你的身旁，我来帮忙，开启雷达找到正确方向，我来带路，抬起水泡一边走一边喷，大火灭了。对不起，给你们惹了这么多麻烦。幸好及时控制了火势，没有造成很大的损失。以后绝对不可以玩火了。我们知道了，对不起。小心喷火车。大家好，我是消防车高迪。哇！现在我来给大家展示一下我是怎么灭火的，看好喽。哇，好酷啊！遇到火灾，记得拨打火警电话来找我哦。消防车高迪好厉害呀，刚刚那点小火对他来说不算什么。是呀，就算是一辆着火的汽车，他也能轻松搞定。着火的汽车是那样的吗？快跑啊！
新发明的喷火车厉害吧？喷火车啊，让整个城市都烧起来吧！高迪，救救我们！发生了什么事？有辆喷火车在到处喷火。乐嘟嘟、胖嘟嘟，你们受伤了。看来我需要支援。是高迪。贝勒虎，城市里出现一辆喷火车，我需要帮助。没问题，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，螺旋洒水车，呼噜噜，飞天救护车，安琪，装甲消防车，高迪，超级汽车出动。洒水车保护你，温度太高，我来降降温。大火大火，别想靠近，哦，现在安全了。来啦啦啦，救护车帮助你，是谁受伤？是时候消灭喷火车了。哇呜哇呜，避开大火，不后退，向前冲，走狗！哗啦啦啦，挡住大火，勇往直前，消灭它。交给我吧，瞄准目标，砰砰砰砰，加速喷出水炮弹，击中了。我的喷火车怎么变成这样了？别担心，我会把你修好的。可恶的超级汽车，你们给我等着！失控的赛车。热身完毕，今天的状态非常好。是吗？福特，你怎么来了？哼，当然是要挑战你了。来吧，看看谁的速度更快。切，谁怕谁？怎么回事？
你的方向错了。闪开，快闪开！福特，你到底怎么了？我的身体不受控制了！旋风，快帮帮我！不好，这样太危险了，得赶快让它停下来。呼叫指挥中心。旋风，发生什么事了？智能跑车福特失去了控制，情况紧急，我需要支援。好，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，超级汽车变身，过速赛车旋风，超雷达警车快车，大力士吊车马力，超级汽车出动，大家分头行动，避免碰撞发生。好，滴滴五，快快停下，十字路口有危险，轰隆隆速度太快，小心别撞到，哐哐哐伸出手去拦住路口，不要冲，大钩子甩一甩呀，轻轻吊起来，追上你，让我来帮你，不要再轻轻。不好，前面正在施工，我们要掉进去了。我来帮忙。滴滴，警车来了，发车大王拦住你，向后退，用力用力向上拉呀拉，快坚持不住了。哐哐哐，吊车来了，伸出手臂勾住你。慢慢的把你吊起，现在安全了，我得救了。谢谢你们救了我。你没事就好。嘿，福特，我们的比赛还没有分出胜负呢。来吧，比赛继续。你还是先修好自己再说吧。太空探险。棕熊宇航员，你这次的太空探险一切顺利吗？当然，我还有意外收获哦。嗯，是什么？我发现了一颗神秘的星球。瞧，这是我拍的视频和照片。它美得就像一颗大钻石。哇！我还提取了一些土壤样本，我将会把它们带回地球。好期待呀，棕熊宇航员，我们等你回来了。棕熊宇航员，听到请回答。不好，棕熊宇航员有危险，快点召唤超级汽车。警车雷克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，超级汽车变身，今天的惊喜道具是太空飞行器，时空跑道
超级汽车出动。雷克警长，你已经到达棕熊宇航员消失的区域了。好，雷达开启，全力搜寻棕熊宇航员。小呀小猫咪，快来帮帮我，你们听我说，有没有看到它？喵喵喵喵，喵喵喵喵，喵喵喵喵，喵喵喵喵喵喵喵。看来他们听不懂。狗狗排成队，快来帮帮我，你们听我说，有没有看到它？汪汪汪汪，汪汪汪汪，汪汪汪汪，汪汪汪汪汪汪汪。看来他们也听不懂，是怪物星球。雷克警长，需要我们的帮助吗？怪物朋友们，快来帮帮我，你们听我说，有没有看到他？大大脑袋，厚厚眼睛，胖胖身体，我们好像见过他。太好了，他在哪儿？就在那片陨石的后面。棕熊宇航员，我来了。小小的陨石全部被击碎，大大的陨石哦，马上要爆炸。加速度冲冲冲，加速度冲冲冲，砰砰砰砰砰砰砰，太空好奇妙。雷克警长，你找到棕熊宇航员了吗？当然。棕熊宇航员，你平安回来啦。这次的太空探险真是惊险又刺激呀。外卖难题。面来了，两位客人请慢用。哇，看起来好好吃呀。当然了，这可是百年老店，从我爷爷的爷爷开始就是做面条的。这就叫美味面条哪里找？辽记面馆味道好。不好意思，我接个电话。喂，退钱。这位客人，请问出什么事儿了？哼，你们看，我点的面条竟然变成了这样。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就是美食在眼前，我却吃不到。好饿呀。真是对不起，这个问题我们马上处理。怎么办怎么办，我根本不知道怎么处理呀。别着急，我们一起来想想办法。企鹅们住的地方实在太冷了。是啊，看来需要一个能保温的道具了。有了，这个任务就交给超级汽车吧。出租车迪娜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，超级汽车变身。今天的惊喜道具是电子保温箱。时空跑道开启。超级汽车出动。雪山雪山像座城堡，雪花雪花飘啊飘，雪人雪人挥手微笑，冰雪世界真奇妙。出租车啊蹦蹦跳跳，迎着风雪向前跑，出租车啊从不迷路，跳啊跳啊就到了。请享用吧。太好吃了。
山像冰淇淋，雪花雪花亮晶晶，雪人雪人有点淘气，冰雪世界真美丽。大火车啊，车厢大大，所有货物都装下。大火车啊，不怕辛苦，碰车碰车就到了。哦，我们的面条在哪儿呢？面条当然是现做的才更好吃了。面团面团拉一拉，面条面条长又长，浓汤浓汤咕噜噜，番茄萝卜蔬菜多。快来快来尝一尝，我的面条味道香。快来快来尝一尝，我的面条有营养。吃得真饱啊！再见了，各位。下次想吃热腾腾的面条，记得呼叫超级汽车哦。没错，没错。超级快递。太无聊了，我们该做点什么呢？朋友们，我们去做些有意义的事吧。什么是有意义的事呢？哈哈，找到了。我们到底要干什么？看到那辆大货车了吗？它可是超级汽车哦。嗯，看到了，它正在送快递。没错，如果我们也去送快递，那我们就能成为超级汽车。行动。嘘，谢谢你啊，斑斑。没什么，这是我应该做的。好了，我们快走。我怎么感觉肚子里空空的？我帮你看看。糟了，你的快递不见了。什么？白老虎，开心虎，大事不好了！斑斑，请你保持冷静，发生什么事了？我肚子里的快递突然全都消失了，希望大家能帮我找到他们。没问题，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。巨无霸货车，斑斑；超雷达警车，雷克；跳跳出租车，皮娜；超级汽车，出动！超级快递员，送货快又准。走过这条街，穿过大森林，翻过这座山，马上就到达。好像掉了这个，没关系。丢丢丢，开雷达，沿着街道找一找，一个两个找到了，还有很多继续找。跳啊跳啊跳一跳，森林里面找一找，一个两个都找到，还有很多继续找。超级快递员，送货快又准，农场和果园，快递一送达，像一转身。
这不是我的。丢丢丢，开雷达，来到农场找一找，有个快递送错了。这是果园的快递。跳啊跳啊跳一跳，果园里面找一找，有个快递送错了。这是农场的快递。超级快递员忙碌又辛苦，快递有多少数呀数不清，给我们吧！嘀咕嘀咕送快递，跳啊跳啊送快递，吭哧吭哧送快递，天黑之前都送达。你们为什么要拿我的快递？我们也想像你一样帮大家送快递。好吧，不过送快递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。对不起。明天正好有很多快递，我需要些帮手，你们愿意来吗？好呀！玩具救援行动，哇吼！最棒的机器人波特冲呀！淘淘，我们要出门了，来啦！召唤超级汽车，出租车妮娜，挖掘机酷宝，请准备，任务收到，超级汽车变身。今天的惊喜道具是强力磁铁。时空跑道开启，出动！我们来啦！快帮帮波特吧！他身上有好多零件都不见了。我们帮他找回来吧。搭积木，想做城堡。大家快来快来快来找一找，找一找，找一找，哎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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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没找到。小心挖掘机，强壮有力气，大大铲子哐哐哐哐保护你，挖一挖看一看，哟吼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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在呀在这里，耶，找到了。蹦蹦
惊险了。波特感觉很棒，谢谢大家。太好了，我回来啦。怎么掉地上了？幸好没摔坏，我们继续玩吧。冰企鹅大作战，酷耶！嘿嘿，怎么样，老板？你觉得哪个轮胎更适合帅气的我？全都很适合，您就是这条街最帅的车。真的吗？那我全都买了。嘿，雷克警长，你选好要买哪个轮胎了吗？我再看看。哇，我要买这个。雷克警长，你怎么穿了防滑轮胎？因为它很酷啊。但现在是夏天，地上有没有冰用不着。为什么会有冰啊？你看那边。气弹发射！这个声音是麦克博士。嘿嘿，没错，就是我。看招！我要把小镇全都动起来！嘿嘿，快呼叫指挥中心！你们出什么事了吗？麦特博士发明的企鹅车正在冰冻小镇。要赶紧阻止它。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，变身。超雷达警车，雷科。火箭赛车，旋风。土地挖掘机酷宝，超级汽车出动。企鹅企鹅冰上花呀，尖尖嘴巴喷雪花，冻住嘴唇，冻住花园，全部冻住，哎呀呀。准备救援，快快快，大大冰块装不开，举起铲子敲啊敲，敲碎了。谢谢你。不客气，我要去救其他人了。那我们继续追。赛车赛车向前追呀，左面右面来包围，脚下一滑转呀转呀，一群两群晕晕晕，警车全力冲冲冲，瞄着目标再发射，一座冰墙变出来，糟糕挡住了。又没抓到，我们换个办法。企鹅企鹅肚子大呀，摇摇晃晃慢吞吞，赛车赛车跑得快呀，加速追上啦啦啦，警车警车准备好，发射大王困住你，挖掘机呀空空空，冰箱倒下了，企鹅企鹅大喷嚏，安心冻住啦。气死我了，下次你们就没这么走运了。哼，可恶的麦特博士，总有一天我们一定会抓到你。哼。哇，我突然觉得你的轮胎真的很酷。那当然。